一天一餐素，只要马币三令吉，等于台币不到25块。梁其顺和太太原本初一十五才吃素，但在六年前加入慈济后，响应卢素不杀生，从此不再碰荤食。好惨哦，好惨之前哦，慢慢进了慈济就开始全部传承全息了，可能是没人去大爱去慈济啊，看那个录影啊，这什么不好，看他，看我这不要吃正好讲，好要改先改喽。即使夫妻俩转素成功，却总有一股强烈的矛盾藏在心中。心想到我们吃素，可是我们卖是卖荤的，你所做的东西都是等于是零啦。老板才是主的。去年他们终于把荤食小吃店改成素料理，让偏远的野心地区吃素更方便。Kalau ikut sini sampai Lim, Nailas, Selanda, Bemban.Keliling ini memang tak ada kedai sayur. Ini satu kedai juga ada. Vegetarian. 从自度到利人，夫妻两人舍下执着，长养慈悲心，身心更自在。更加开心哦！开心哦！更加开心哦！在新闻吕佳佳、钟建明马来西亚报道。